大家好，这两天啊，网红张雪峰呢被起诉恋爱的消息啊是登上了热搜。博主顾延佑啊起诉的理由呢很简单，说张雪峰啊，他认为呢文科都是服务业，那这个言论啊是语言上的霸凌。对此啊，张雪峰呢并没有在意，只回了一句啊，说这人啊是想蹭流量啊，想红想疯了。而自己呢在专心做着开办职业学校的事儿，那他开办的职业技术学校啊叫苏州工业园区沿途阳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那已经是成立了啊。对此啊，有人就觉得说张雪峰啊不单单是一个网红，还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企业家，他能呢啊直面当下的现实啊，之前不会的为一些年轻人呢择校就业指明方向，那现在啊又开始培育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所以啊是名副其实的青年人的导师和伯乐。但是啊，也有人呢对此并不感冒，觉得啊张雪峰所做的事情呢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在就业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啊，年轻人呢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学校，文科还是理科，什么样的职业，在择业竞争当中啊所遇到的难度跟挫折呢都是差不多的啊。其实啊，对一个普通的企业老板来说呢，招聘时啊重点看的呢不是一个年轻人所学的专业和学校，而是看他本身的能力素质形象等等。如果说啊他们在大学期间呢能做一些兼职或者做了很多的实习工作啊，那企业呢就更不在乎这些东西了。当然了，我觉得啊张雪峰呢如今所做的工作啊的确是很有前瞻性的。疫情之后啊，一方面呢是年轻人就业竞争特别的激烈，另一方面呢是企业啊用人的时候呢格外苛刻，所以呢就希望啊一些咨询公司呢出来啊帮他们出主意。但是啊，张雪峰这个公司的服务呢目前啊还不是市场最急需的，越往后啊市场的需求呢会越明显。因为现在啊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呢就是人口负增长，一些企业啊也想招到合适的年轻人呢会越来越难，那一方面啊一些大学的招生呢也会越来越困难。所以说啊，大学本身呢也要进行颠覆式的改革，这样啊才能符合市场的需求。等到这个时候啊，那张雪峰的公司呢就会大红大紫，因为啊不只是大学生呢需要他们做咨询，所有的大学和企业啊也都迫切的需要请他们指点迷津。